提长的竹笋啊，从地上那短短的，然后向上长，向上长，竹通通的哈，一弄弄，一直往上长，哇、哦，已经长那么多，长那么多公尺高啊，一二三，哦，十几公尺高也。啊，不，那个竹子的底部还很深刻，所以应该二十几公尺高，大概有。哦，好粗好大。现在农历已经是立秋了，已经立秋了啊、哦。那主要是在春天、夏天成长的，长得这么高啊。北部台风啊，从那个边缘附近通过，南部这边还好。但是还有一些风啊，你看，风来疏竹啊，风去而竹不留声啊，风来疏竹，风去而竹不留声啊，声读的声啊，读书的时候呢，声啊读的声，读册音啦、啊、吼，文言音，读册音。啊，读个声，风来疏竹，哇，怪怪叫，拢有声音。风去而竹不留声，哦哦，风这么大。